Hello，大家好，这位是 Albert，他已经用了半年的，满有你定格青春定格圆月，你们看一看他的这个左边的脸，他的皮肤，他的眼袋，他有鱼尾纹，毛孔粗大，然后呢，整个脸是有些松弛，然后再看他的这一边右手边的脸。他的眼袋没啦，鱼尾纹没啦，然后看一看他的皮肤也很细腻了，脸半张脸已经开始塑形了，所以呢，他的脸型你们有注意到他的嘴唇呐、嘴巴都已经提升上去一边了喽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整体来看，他的左手边显得老气，右手边呢显得年轻了，所以呢，你看我们这个。满用你青春定格圆月十张半边脸的效果，所以我们的满用你真的是太棒太强啦！谢谢。OK，用曼妮就是这么简单，一喷、两喷、三喷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用曼妮就是这么简单，一喷、两喷、三喷，就是这样子。谢谢。